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啊。今天是那个 NoSQL 大数据分析系统设计班的第一课啊，重点我们是讲那个 NoSQL 的里面的两大主流，一个是 Cassandra，一个是 MongoDB，好吧？我们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们有 QQ 群，对吧？QQ 群是就是我们这些付费学生在的，那么。我们的讨论大部分可以在 QQ 群里面讨论，因为 QQ 群呢也有个问题，就是说你可能讨论那些事情就可能会被淹掉，对吧？就被淹没。那么如果你想具体的针对某一个课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通过发帖的形式啊，这里我也会回答。如果你在这里发帖针对某一课，我们也会回答。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QQ，我们还有个微信群，微信群，另外我提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论坛啊，包括微信群，那个是公开的，所以。不要把一些私密的，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百度云盘的链接什么的发到，或者 PPT 发到这个公开的地方。QQ 群是我们私密的，就是说我们那个我们的 YouTube 视频链接呀，我们视频会在 YouTube 上放一份，对吧？然后那个我们的百度云盘会放代码和课件，也放视频，对吧？这些东西不要对外公布啊，因为这些是公开的，对吧？包括微信群。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微信群的话，你可以课后联系我，我把你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就如果就是说你的讨论，你有任何问题，对吧？一个是可以 QQ 提问，一个是可以去论坛发帖提问，一个也可以是微信群提问，对吧？论坛的好处，我个人感觉就是说你不会被淹没，对吧？就是说你可以搜索呀，有，你可以就是定点的，就是查，比如第一课、第二课，对吧？但是微信群、QQ 群呢，你发完以后可能就会丢掉了，对吧？你要搜那个聊天记录也挺麻烦的。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啊，交代以后，以后我们的这我们总共是6节课，对吧？我们以后也就是按照这个形式开始了啊，以后我就不再说这个事儿了。啊，那么今天这个课程的主要roadmap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先讲原理，因为原理你知道了以后呢，你才能理解它，对吧？它的那个接口啊，它的那些。你去调用，再讲那个实际的操作，对吧？它的实际操作为什么是要这么做，对不对？而且原理方面的东西呢，更加适合面试吧。就是说啊，一般面试的时候很少说，哎，你具体跟我这个接口怎么接口是长什么样的，那个方法是叫什么名字啊？也有，但是概率非常低啊，对吧？我们后面也会具体讲这个怎么建模，怎么利用 Cassandra 建模呀，因为它跟 SQL Relational Database 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先讲一道非常高频的题目，就是系统设计题，就是那个How to design key value store 这道题呢，在各大公司出现的概率非常高。之所以选这道题呢，也是因为它的背后折射出的原理啊，其实是在我们 NoSQL 里面大量采用的，不光是 NoSQL 啊，看看有没有问题，看大家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继续啊。那么碰到这种系统设计题，你。一定要问啊，这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个问题，你基本上都得问，你一定要问清楚 requirement，对吧？你 requirement 要是不清楚的话，那你还答什么呀，对不对？就是说你连这道题的需求是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回答，对不对？是吧？那么，首先呢，你这个问题是呢，基本上什么系统设计都可以问的，对吧？就是说你这个系统呢，到底是 read heavy 还是 write heavy，对吧？那么什么叫 read heavy，什么叫 write heavy，需要我解释吗？那就是说，就是说你这个客户啊，是调你的接口，大部分是读还是大部分是写，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 Twitter 这样的系统，Twitter 系统到底是读还是写呀、啊？其实 Twitter 系统包括我们这个论坛系统吧，我们说的论坛系统，你觉得这个论坛系统我们大部分是读还是写呢？那肯定大部分是读，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在读这些帖子，对不对？跟 Twitter 一样。而只有少部分的人会去发帖或者是发 Twitter，对吧？所以发 Twitter 发帖就是写的操作，对吧？你是读的操作多还是写的操作多，对不对？肯定是读的操作多，对吧？那么大部分系统呢，它是应该我见过的大部分系统，它都是读为主的，就是优化读的，很少见到优化写的，也不是没有啊。好，我们继续说啊。好的，那我们先看这个架构，这个图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系统呢，明显是优化读的，为什么呢？你看，它是一个 master，这个 master 呢，既可以读，又可以写，但大部分的它的那个压力是在写，对不对？而你写一个操作到这个 master 机器以后呢，它会
异步的同步到各个那个 slave，对不对？这些 slave 呢是 read only 的，那么这样的系统呢，它是优化读的，对不对？因为它这个读啊，就是说你可以，你这个 client 可以到这些去读，对不对？你并不一定要到 master 去读，你可以多个 slave，对不对？当然，这 slave 上面的数据可能有一定的延迟，对吧？那么写呢？写你只能写到一个 master 上，对吧？因为这个 master 相当于主要的 copy。那你写的话，等于说，如果你写的操作多的话，大家都集中在一个 master 上，那你 master 如果写的操作多的话，你 master 可能会承受不了，对吧？这是一个一主多从，主是主人的主，对吧？从是slave，一主多从的一个架构，对不对？啊，这个呢是优化读的性能。那么为了进一步 scale 这个 write，对吧？这个幻灯片写了，对吧？scale write，为了进一步 scale write 呢，我们呢也可以分多个 partition，什么意思呢？大家看啊，这里是人为的分成了两个 partition，把 A 到 M 开头的分到了这个 partition 左边，把 N 到 C 开头的分到了右边，对吧？分到了右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多个 master，中文也叫多主多从吧，多个主人，对吧？多个从。那么，如果你的hash code 是 A 到 M 开头的，你会被 route 到路由到这个 partition，对吧？不然的话，你就会被 route 到这个 partition。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当然你可以在我们这里是两个 partition，对吧？当然你可以进一步的分多一点，对不对？多一点 partition，这样的话你的 master 就多一点，对吧？你的 master 多了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写啊。因为你有多个 master 嘛，就是说你有10个 master 的话，每个 master 写的 load 就变成十分之一了，对吧？是不是？原来就比原来变成十分之一。那么你这个写的操作呢，就进一步优化了，对吧？你这个写的这个 throughput 就大了，看看有没有问题。好，有问题大家在 QQ 群里面提啊，好吧？好，那我们继续说这个原理啊。那么还有一种架构，基本上就也就这三种架构了啊。还有一种架构是 peer to peer，我们并这是 Cassandra 用的比较多的，对吧？Cassandra 主要主流就是用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并没有所谓的 master，大家都是一样，大家都是 peer，对吧？那么这个是怎么做的呢？这个就引出来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系统设计的那个机制，叫一致性哈希，也叫 consistent hashing，对吧？它是 partition by key 的。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重点解释一下啊。首先呢，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是。我们所谓的 distributed hash table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里个图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们有100台机器，零到99，那么根据你的那个 hash function 做哈希值，对不对？根据你的 hash function 呢，我们会算出来它的那个 module 它的余数吧，余数啊 module 余数只能是零或者九十零到99，对不对？不可能再超了，对吧？因为你总共100台机器，你对100这里的 n 呢，这里的 n 是100，对吧？你对100。求余的话，这个余数只能是零到九十九，对不对？那么根据你的余数，我们会选择你应该去哪台机器上，对吧？对吧？这个 John 它会算出个 hash code，对吧？去哪台机器上？那么问题来了，就是说如果我一台机器挂掉了，或者是我要加第101台机器，对吧？我比如说我要加第101台机器，那这个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些哈希都得 rehash，这个操作很正常的，对吧？死掉一台机器，对不对？增加一台机器，这个太正常了。那这个可能会带来的问题就是说，你得这里你的数据本来在这台机器上的数据，你可能得挪到另外一个数据，挪到另外一台机器上。这个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在做 rehashing，那你整个服务可能就挂掉了。什么意思呢？你的服务在做 rehashing 的时候，你还能接受数据吗？不能接受了，对吧？而且这个数据迁移啊很大，量很大，对吧？所以这种方式一般在工业界是不会被用的。虽然理论上可以聊啊。对一些初级的程序员，你可能一两年工作经验的，你可以用这个可能就过关了，对吧？但是实际上在实际的工业界里面是不会用这种 distributed hash table 的，因为你一旦加机器或者减机器，你这个就完蛋了，对吧？好，那什么叫 consistent hashing 呢？consistent hashing 最重要的概念是有个叫 hash ring，这么一个长得像 ring 的样的 ring 这个圆圈，对吧？啊，大家听说看过电影《午夜凶铃》吗？啊，那就那个 ring 啊 ring，长得像这个圆圈。那这个圆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圆圈你可以想象它是个从某一点是负无穷大，你看这个负99就是什么什么的啊，负无穷大到一开始增大，增大增大，看变成负五多少，负一多少，然后到零，对不对？零开始变正数，正数一，然后到很长非常大的数，然后再到正无穷大。所以这个 ring 的这个区间啊，我们算它顺时针走吧，
啊，然后呢，你不要管它这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啊，反正就是说，这个区间啊，它是一个从包含了无穷大的那个区域。那么无穷大区域有什么用呢？就是说你假设我们这里有五台机器，对吧？一二三四五，对吧？假如我们这里有台机器，我们可以说 B 这段区间是归机器 B 的，对不对？这段区间，如果你算出来的哈希值在 B 这段区间，那你这个你就会 route 到路由到 B 这台机器上。如果你算出来的哈希值在 C 这段区间的话，你就会 route 到C 这段区间上，对吧？如果你算出来的哈希值是 D 这段区间的话，那你的请求就被 route 到 D 这段区间，对吧？E 的话一样的，对吧？那么这样的话，你一个请求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平均分到五个机器上，对不对？A B C D E，对不对？这哈希值你可以任意算。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这里 Sue 和 George，它算出来的话是这个数字，对吧？那么他们就在 B 这个机器上，对吧？B 区间，你可以认为 B 区间是一来掌管的啊，到底是一还是二，这个你自己选择。你可以选它前面的，对吧？啊，假如说我们这 B 是一掌管的，那么这个 John 呢是机器二掌管的，对吧？机器二掌管的，对吧？那么这个 Jane，对吧？就是这个机器四掌管的，就区间 E，对吧？那么这样看似不错，对吧？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出现 hot spot，对吧？就是说，有可能你算出来，比如说大家都算到这个区间，对不对？是不是？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后面说啊，就是说，如果一台机器挂掉了，就是说，怎么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区间这个 B 机器挂掉了，这个 Sue 和 George 就自然而然的由后面的那个 C 区间，我们就顺时针嘛，对吧？就说这块呢也是给 C 管了，对不对？也是给 C 管了，是不是？那么这样有点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 B 挂掉了，那么 C 的负担很重，对不对？C 必须得把 B 这里面的数据全都挪到 C 上面来，对吧？就是说，那么 C 就管得多了。而这个时候 A 和 D 和 E 都是闲置的，对不对？他们都是闲置的，不，那么能不能让他们平均一下呢？对不对？什么意思呢？这里就引入了很更重要的概念，叫 virtual node。在 Cassandra 里面，就这么说吧。这里这个图的话，我们一台机器，比如说 A 啊，它对应的实际上是一个，这个也是 A，这个是也是 A。这个也是 A，这个也是 A，这个也是 A，它对应了一二三四五个 virtual node，这个五个 node 分别掌管了一段更小的区间，对不对？但它们加起来总和的区间实际上是跟这个 A 一样大的，对不对？跟 A 一样大的。那么如果说，那么这样的话，那么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们把一个 physical 的 node，对吧，变成了 virtual node 五个。这样好处就是说，一个是我们平均了不太容易出现 hotspot，对吧？就是说你算出来在这儿，但是你可能另外一段区间在这儿。这样的话，这个机器掌管的那个 hash code 的那个区间呢是均匀分布了，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如果 A 挂掉了以后呢，它的那个数据就是给后面的 B，对不对？这个 B 呢可能是另外一台机器，对吧？B 可能对应这台机器，那么这个 F 可能对应的是 G。G 可能对应的是 D 这台机器，对不对？那么这个 K 对应的那个机器，这个数据可能给 L 可能对应的是这个 E，对不对？就是说它打乱了，它把它平均分布了，它算出来这个 virtual node。这样的话，如果一台机器挂掉了以后呢，它的数据会平均的分给不同的机器，它分给 B 一点，分给 C 一点，分给 D 一点，分给 E 一点，对吧？好处就是说，如果一台机器挂掉了，那么同样的，如果你加一台机器，对不对？加一台机器，你可能就是说，一样的，对吧？你可能这里要插一段区间，对不对？是不是？原理是一样的。那么在 Cassandra 里面，它 virtual node 的默认是256个，应该是够用了啊，够均匀了啊，够均匀了。有的同学有上在问说这个会不会还会出现 hot spot？就这么小的区间，会不会还这么小的区间会不会还出现 hot spot？这个例子呢，它是五个 virtual node，那么你和 Cassandra 里面设的是256个，那么256个基本上够用了。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可以加大，对吧？是吧？这个你可以配。啊，另外呢，说一下 replication，就是说我们的数据要备份一下，对不对？就是说我们 Jane，比如说 Jane 一是存在这个机器 E 这边的，那我们在后面的 A 和 B 呢也各存一份。如果 Jane 挂掉了，如果 Jane 挂掉了，对吧？那么我们可以至少可以从后面的 A 和 B 去拿，对吧？这就 replication 在分布式系统里面这个 replication 也是很重要的啊。这里再讲一些
更深的知识点。那么后面再讲可算量的时候，我们也会继续讲啊，继续具体讲，对吧？就是说，我们这样的系统呢，如果我们要优化写的话，我们首先会写到一个叫 commit log 的这么一个，这个是在存盘的，在 disk 上的，它会把它就记录一下，这个有点像操作日志，对，就是说我要写一个什么东西，我把它记下来，叫 commit log，但它并没有真正写到数据库里面，对不对？另外呢，它写到一个 memory 里面的一个叫 memory table，这个 table 呢是存在 memory 里面的，后期我们会讲啊，这个它是在 in memory 的，这个 in memory 的东西呢，它到了一定的 size 啊，它会因为你在往一个 memory 里面不断的写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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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写到一定程度，把它写的差不多大了，对不对？size 到一定大了，它再把它放到 disk 上去，这些生成一个 SS table，回头我们会讲 SS table 啊。那么这些操作都是为了优化，写，所以我们叫 log structure 的，因为 log 大家不是知道写 log 吗？log 的话，它就是不断的写，对不对？log 的话，你的写的操作，前面有人问我说，什么样的系统写操作比较？要求比较高呀，log 系统，对吧？log 你是不停的在写 log，对不对？是不是？不停的在写 log，对不对？那么 log 系统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它的写啊，它为了优化写啊，首先这个 commit log 呢，它是只是用来读的，就是当你这个就是为了其实就是 recover 你那个 in memory 的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in memory table 啊，因为如果你这个机器挂掉了的话，至少你还有 commit log 可以用来恢复。对吧？因为你这个 in memory 就丢掉了嘛，对不对？但是你写到 disk 上的这个 commit log 是不会丢的，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说啊，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说，如果你听不懂的话，那我们继续说啊，就是说这个写呢是不会变的，叫 immutable，什么意思呢？看有没有问题啊？就写是我们看一眼啊，写呢，你一旦写下去呢，它是不会更改的，immutable 就不能更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有同学说，哎，我这个写了以后，我不能 update 吗？update 是可以，但是 update 实际上是新写了一条记录，有一个更新的 timestamp。它实际上所有的操作都是 append only。append 有什么好处啊？就是说你这个 disk 呀，你大家知道吗？那磁盘对不对？它那个磁盘的查那个查找啊，是查某一个 offset 是比较慢的，对不对？因为你它实际上是是个转的，对吧？这个磁盘 disk。但是你它那个如果是 append 的写啊，就 append only 的写啊，是非常快的，它不断的在后面 append 往后面写，对不对？这个是非常快的，这个操作是非常快的，所以你不太要担心，disk 在 append only 这个操作上的速度 performance 是非常好的啊。你只要不要说跟我回到某一个点要重新写，要查找就比较麻烦了，对吧？那么所以它更新某一个数据，它实际上是又写 append 一个，又写一个新的数据。同样的 key，但是它的 timestamp 更高，对不对？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叫 last write win 呢？就是你在查找的时候呢，可能在同样的 key，但是你去查一个最，你查到最新的那个 timestamp，你就返回它，就是 latest value，对不对？好不好？那么这里我们要讲一下 garbage collection，因为这个原理是相通的。什么叫 garbage collection 呢？我们 Java 里面有 garbage collection，什么？我们用个图解释一下啊，看一下啊，就是说 Java 里面 garbage collection，大家可以理解啊，就是说你在产生不断产生的 object，对不对？就像我们不断的产生记录，产生新的 record，对不对？是不是？那么有的是在用的，有的是已经没有用了的。那么这种没有用的东西，实际上就是 fragmentation，碎片，对不对？whole，对不对？碎片 whole。那么我们这种东西存在在这里，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要查，我们读一个东西，这些东西已经废掉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compaction，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有用的去覆盖掉，没有用的把这个 hole 给填满。这个图可能更加好理解啊，就是说这段是个新的区间，这段呢是个旧的区间。比如说啊，我们这里写了一个 k1 value 1，对不对？这段是原来旧的存储空间，这段呢是个新的存储空间啊。你可以把你的存储空间分成几个 section，对吧？分成几块。那么你现在你目前为止在这里写，在这块区域做操作，对吧？那本来我们 K1 对应的是 V1，后来你又修改它了，对吧？修改我们刚刚说了，修改就相当于插入一条新的数据，对不对？那你把它变成 K1 V2，对不对 那么再要修改，比如说变成 K1 V3，对不对？这个是，就是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你在这个区间不断的在操作，
那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区间已经满了，对不对？我们就把有用的值给 copy 过去。我们这里有三条记录，我们应该 copy 谁呀？我们应该 copy K1，对不对？因为这个已经没有用了，对不对？这个已经没有用了。那实际上我们可以 copy K1 就行，K1 和 V3 就可以了，对不对？而这个 V2、V1 实际上就没有用了，而且我们只需要 copy 有用的东西，而且我们在 copy 的时候可以把它们 compact，对吧？就使它们有用的是连续的，叫 compact。这样的话，我们等于说我们就相当于删掉了没用的数据，对不对？相当于 garbage collection 删掉了没用的数据。然后二呢，相当于是说我们那个，我们能够就是说，使这个区间啊，使这个storage 啊更加连续，对不对？没有 fragmentation，所以是这样的。这个跟 Java garbage collection 我用的就是 Java garbage collection 的图啊，是一模一样的。那 delete 是怎么回事？delete 其实刚刚一样的，对吧？你刚刚 update，delete 呢其实就是插入一条 now 的 value，更新的 timestamp now 的 value。那么这个 delete 相当于把它就相当于把它 mark 成 tombstone，对吧？我们也叫 tombstone，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delete 相当于也是插入一条新的数据，但是它的 value 就是 now。然后呢，这个相当于是把这条数据 mark 成 tombstone。在这里在做 garbage collection 的时候是一样的。假如说你原来有个 K1、V1，对吧？然后你后来不想要它了，其实我们就插一条新的数据 K1，然后是 now，对吧？那么 你在这里 copy 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没有用的了。那么你知道这个也没有用，那你什么都不操作了，对吧？什么都不 copy 了，这样的。好，看大家有没有问题。那么这里就讲了这个系统设计这道题的知识点啊，好吧？那我们继续啊。有人在这提问吗？赶紧进群吧。好，你继续说。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道那个非常高频的题目啊，就是说经常会考的啊，就是说你能给我讲一下 SQL 跟 NoSQL 之间的区别吗？今天我们重点讲这道题啊，SQL 跟 NoSQL 之间的区别。这道题呢，它不一定完全是这种形式来说啊，它不一定完全说这个 SQL 跟 NoSQL 之间的区别啊，看有没有问题。它不一定直接问说这个，哎，你跟我讲一下 SQL 跟 NoSQL 之间的区别。它可能会换个形式，比如说你跟我讲一下 MySQL 就代表了 SQL 对吧？和比如说 Cassandra 之间的区别，你跟我讲一下 MySQL 跟那个MongoDB 之间的区别。这个打法呢是稍微有点差别，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他问你 MySQL 跟 Cassandra 之间的区别啊，其实相当于你必须得先说，因为你先得讲 SQL 跟 NoSQL 的区别，再讲具体的那个 Cassandra 或者那个MongoDB 它之间的特性，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知识点呢，你是要先讲，对不对？因为他们本身 Cassandra 和 MongoDB 它就是属于 NoSQL，对不对？所以你要先要讲那个 NoSQL 跟 SQL 之间的区别，然后再讲具体的你那个到底是 MongoDB 还是 Cassandra，它具体有什么那个特点，对吧？好，那我们先讲这个 general 的问题啊。首先呢，我们的 SQL database 呢也叫 RDBMS 或者叫 relational database，对不对？relational database 我们下节课也会重点讲啊，下节课。那么包括涉及到 Hibernate 啊、ORM 这种，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讲这个事儿呢？就是说。SQL database 它们基本上是通的啊，就比如说这个 MySQL 啊、Oracle 啊，SQLite 是在 Android 上轻量级的跑啊，是 Lite 对吧？PostgreSQL 在北美其实还是挺 popular 的，因为它性能相对 MySQL 更优化一点。MSQL 是在微软的那个 SQL Server 对吧？也叫 MSQL。这五个 database 呢都是 relational database，而你打造简历的时候呢，我建议你可以这五个全都放进去。这五个全都放进去，不用担心，这五个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没有，就是说 relational database 实际上它到最后都差不多啊，大家都差不多，只有一些细节上，比如说哪一个 support 支持那个 sequence 啊，这种细节，这种面试官自己都可能要查查了，我也得查查，对吧？就这种语法上、细节上一些 detail 的东西，它不会考的，所以你把这五个东西都放到简历上是加分的啊，其实本质上差不多。有的同学说，那我没有真正用过，怎么办？用过没用过，其实这个意义不大，因为它考量的标准是你能，因为它如果要考你的话，也就考你，对不对？是不是？最多考你什么是 left join，什么是 right join，这个我们下节课会讲啊，就是说这种知识点，而这种知识点实际上跟到底是 MySQL
还是 PostgreSQL，这没有区别，他们都差不多，他们都一样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在写你简历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全都放到你简历的那个关键词里面，就是你的 skill set 里面去，没有关系的，这本质上是一样的，好吧？啊，那我们再讲一下这个 NoSQL database。NoSQL database 它就分很多流派了啊。NoSQL database 呢，它是要分很多流派，就是说它的机制和原理不尽相同啊，就是差别还挺大的啊。所以大家多，因为 NoSQL 它到目前还没有成型，就说还没有一个，就是说谁最好啊？大家看啊，这些有，我们接下来就过一遍这些 NoSQL 的这些流派啊，等会我们再具体讲啊，各种不一样的啊。就是都有各自各样的特点和好处和优势啊，也有它的劣势。那么具体选哪个用哪个，这个根据你的应用需求啊。好，我们继续讲啊。首先呢，这个 SQL 呢 ，SQL 啊，它是一把大锁，一把大锁，它是很支持 transaction 的，它是一把大锁锁住了。它呢只能 vertically scalable， 什么意思呢？纵向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必须得加 CPU 啊，加 memory 才能 scalable， vertically scalable， 大家明白吗？就是说 SQL database 啊，就是说并不像 NoSQL 是那个 horizontally scalable。 horizontally scalable 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堆机器，你的机器可以比较烂，你可以用一堆烂机器，但是你机器越多它越 scale， 但是 SQL 一般做不到，它一般来说是你机器越多，这个我们还要辩证的看啊，回头我会再讲些细节啊。一般来说呢，你的 SQL database 呢是单机版的，它指的是单机版的啊。其实 MySQL 也可以做成 cluster， 和后期我也会说啊，后面我会说啊，这个所以，但是一般来说它是那个单机版的，所以是 vertically scalable。然后呢 ，SQL database 呢一般是有 predefined schema， 它的那个 schema 是定好的，而 NoSQL 呢它不需要，它是 dynamic schema， 它是 unstructured data， 这个就对你这个如果你这个 database schema 经常要改，比较灵活啊，就比较好，就比较适合啊。那么SQL database 呢，如果你是 heavy transactional 中文叫事务，对不对啊？事务就是说你这个要保证原子性 atomicity， 对吧？对吧？完整性。那这个事务的话，这个要求就很高了。那么特别是你这种金融方面的数据啊，一般来说你还是可能还是继续用那个 relational database 啊，你这个逃不了的啊，你必须得有把锁，对吧？我刚刚说了 SQL 是一把大锁，你必须得有把锁。而 NoSQL 呢，它不太适合你这个 transaction 很重的，一般它是 eventually consistent， 对吧？大家知道 eventually consistent。然后呢 ，NoSQL 呢，它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它可以，你可以在应用层这个层面啊做 distributed transaction， 就分布式事务。但是这个分布式事务并不是 NoSQL 本身支持的，而是你在写代码的时候，在 middle layer。对吧，在那个 DAO 那个层次去写这个东去做这个事儿，而不是那个这个 database 能帮你解决的啊，它并没有对事务的支持啊，它对这个事务的支持很少。好，我们这里重点讲一下，就是说那么 SQL 它是你可以 join 不同 table， 对吧？你可以 join 不同 table 没有问题啊。那这个 NoSQL 几乎就不能这么做啊，如果你要很多 table join 在一起的话，那这个完蛋了啊。后期我们也会说啊。那我们继续接着讲一下这个 NoSQL 各个流派的特点啊，我们讲一下啊。那么我们这里也在重点拿个表对比一下啊。那么一个是 dynamic schema， 一个是 static schema， 对吧？那么一般来说，比如说 key value pair， horizontally scalable， 这个是 vertically scalable， 对吧？好，这里有一点啊，就是说，如果你有各种不同的 query 什么，各种不同的 select， 乱七八糟的，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你变来变去的啊，一会儿要这样的，一会儿要那个的。我们尽量用 SQL， 因为 SQL 呢，它是不太你一旦你就按照你那个 object 的建模啊，我们这里提一下 modeling 啊，建完以后，反正你可以支持不同的 join， 对不对？你可以支持不同 join， 那你就各种不同的 select query 都可以，对不对？那么而 NoSQL 就不一样，它不能你整天给我变来变去的，这个等回头再讲建模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这个问题啊，对不对？那么它这里有个叫 SQL language，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好吧？我们具体说一下。这个不同各种不同各样的，好，那么 Cassandra 包括 Bigtable 它是 column based 的，这个我们后面会继续讲 column based。Document 呢，像 MongoDB 它是 document based， document store， 对吧 ？document 什么？等我们后面会讲啊 ，document。然后呢，像 Redis 啊 ，Memcached， 其实 Memcached 可能更旧一点啊 ，Redis 这两个更
你叫它 NoSQL 嘛也算啊，它更加是用来当缓存服务的啊，缓存服务的，一般当缓存服务，它确实是 Key Value Store，但它一般来说是在 in memory 的，非常快啊。然后就是缓存服务，这个呢，理论上呢，他们不能严格的算，你要算 NoSQL 也行吧，但是一般我把它当缓存服务用。那么刚才我们那道题什么 Key Value Store，实际上就有点跟这个有点像，对吧？原理是差不多的，对吧？好，Graph，Graph Database 呢，可能大家听知道的同学比较稍微少一点啊，这个你可能用的同学不多啊。Graph Database 大家可以想啊，这里就比如说 Social Network，对吧？就是你这种类似的这样建模，其实你的数据如果是类似于 graph 的 data，实际上用 graph database 是非常好的，因为确实从性能上来讲的话，graph 呢是怎么说呢？别的 database 都不太对 graph 的数据啊，别的 database 都不太 scale 啊。但是呢，graph 这个数据库呢，并不是近些年才出来的，它实际上就是说，也出现很久了，其实也很老了。但是一直从技术上有瓶颈，就突破不了，什么意思呢？就像 Neo4j 吧，它原来的话，它给 Neo4j 是个比较 number one 的一个 graph database 吧，但是它现在这样的，它一个是免费的版本，免费的版本是什么干什么的呢？免费的版本它是一个 partition 就只能用一台机器，如果你的数据不是特别多的话，那你可以考虑使用，对吧？一台机器，但是如果你的那个要用多个机器多个 partition 呢，Neo4j 呢它是要收费的，对吧？费用也不少啊。那么一般来说的话，你要数据库 scale 的话，你一般肯定是多个 partition，对不对？是吧？那么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特别像 Facebook 这样的 social network，它是非常需要这样的那 graph database，对吧？这里的嘛就是一个总结，对吧？总结，他们的图标也列了出来，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我们继续啊。那么我们刚才稍微提一下这个 cap theory 啊，就是说。C 表示 consistency，A 表示 availability，P 呢表示 partition tolerance 啊，这些都是理论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 database 呢，你呢只能选两个，就是说你这 cap 里面啊只能选两个，三者里面只选其二，对吧？就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对吧？那么各个 database 属于哪个流派？像 Cassandra 的话是属于 availability 好，对吧？partition tolerance 好，但是它的 consistency 不好，对吧？Cassandra。因为它的 consistency 的话，它是 eventually consistent 的。后期等会我们也会讲啊，对吧？所以每个流派呢，它大概选了哪两个，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讲 Cassandra，看有没有问题。我们这个刚才过了一遍的各个流派啊，那么我刚也说了，就跟那个华山派啊、武当派啊、峨眉派啊，每个派它有它的优势和它的特点，对吧？那么你不能说就是说，哎，我一定要用 Cassandra，就是说看适用性的，对吧？就是说。你要根据你的应用和需求选择你的数据库，特别是 NoSQL，你并不能说，哎，我必须得用这个数据库。我其实以前在群里也听到有的同学抱怨这个 Cassandra 不好用啊，一堆问题。其实这种问题呢，不一定是 Cassandra 的问题，因为 Cassandra 本身是个比较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工具，都是工具，对吧？就像给你一把很厉害的屠龙刀，对吧？你屠龙刀你不能用来干乱七八糟，怎么说？我想举一个比较更好的例子啊，就是说。你有个好的工具，但是你用在不对的地方，你反倒不太好用，对吧？就算你用来切菜还是干嘛的，对吧？切菜它应该足够了，但有可能你切菜的时候会把菜板给切坏，对不对？那你就抱怨它不好用，对吧？也举个例子哈，开个玩笑。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Cassandra 的话，就是说它实际上非常复杂，用起来。等会我们会讲啊，你要把它用好用对，实际上还挺难的啊。等会我们会讲啊，而且对运维的要求也很高。那 Cassandra 的优势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首先我讲一下历史啊。这 Cassandra 实际上是 Facebook 它做出来的啊，后来开源了啊。Facebook 它做的，它重点呢是它是 high availability，而且它的写的 throughput 是非常高的，写的 throughput 非常高。如果你的应用需要高频的写啊，那 Cassandra 是首选啊。另外呢，它这个不是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对吧？它一个机器挂了没关系对吧？就刚刚我们说的。consistent hashing 对吧？一致性哈希，你一个机器挂了，它是没有关系的啊。那么 Cassandra 号称啊的牛逼打广告，牛逼打个广告说，哎，你们这个 MongoDB 啊，什么 Neo4j 别的这都不是真正的 NoSQL 啊，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Big Data NoSQL 啊。那么 Cassandra 呢，它实际上是基于 DynamoDB，就 AWS 那个 DynamoDB 啊，它跟 DynamoDB 非常像啊，它基于 Big Table，谷歌那个三驾马车那个 Big Table 那个 paper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它实际上是基于 DynamoDB 和 Big Table 的。
啊，AWS 那个 DynamoDB 实际上，其实跟它差不多，用起来差不多啊。我个人感觉实际上是没什么大的差别啊，好吧。然后呢，就是这里开个玩笑啊，实际上就是说他们两个结合起来，好吧。好，这里用图来表示那 Cassandra 的具体的那个内部的那个怎么它是怎么定义一些term 啊。首先，它有个叫 key space，最大 key space 相当于这里啊，相当于 database 里面那个，就像对应那个 database，你可以有几个 database 对吧？它是 column，我们刚才说的 column based，它有 column family，column family 对应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的 table 对吧？然后 table 里面对应的就是一个个的 column 对吧？column 就 name value，然后 timestamp。我们看一下啊，这举个例子啊，这个其实 Cassandra 本身也有点 key value store 的概，它实际上也是 key value 嘛。这个就是 key 对吧？它这个就是它这一堆就是它的 value，这一堆 column 嘛，就是它的 value 对不对？它的 value 就是 叫什么？它这里叫 name value pair 又叫 value 了，啊，这个就是 name value pair 对吧？一个个的 pair，它是 name 和 value，这个是 key。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这个 column 嘛？你 A C D 也可以对吧？你换成 B 也可以，就是不是固定的，所以它是 你可以任意的 column，任意的 name。这样的好处呢，就是说你是可以就动态的更新你的 schema，对吧？好，我们在分布式系统里面，我们提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 column。什么叫 column 呢？这个词儿啊，你一定要会啊，在面试的时候叫 column。column 呢，就有点那种在这个 column 的词儿是起源于希腊那种，那个时候就有点那种议会啊、参议院啊。如果你去看那个什么罗马的那有个电影，有个连续剧叫《罗马》吧，是不是叫《罗马》？罗马帝国还叫罗马，或者是庞拜啊什么的啊，庞拜末日什么的，就是你注意到那个罗马，他们就是说有那个参议，就是有点议会的。我具体我可能忘了怎么说了，就议会，就是里面有议员对吧？你是通过投票表决的，对不对？所以 quorum 就来源于这个词儿，好不好？你讲到这个关键词儿，就你已经分数就已经拿到了，分布式系统啊。大家，我再强调一遍，这个词儿你一定要会要讲啊，在面试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有三个人对吧？一二三，对吧？对吧？那么，假如说两个人投票是蓝色，那么我就认为是蓝色了，对不对？那如果两个人投票是红色，我就认为是红色了，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对不对？说穿了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投票解决，投票机制，对吧？那么这里也是，这里有个配置，Cassandra 里面的配置啊，它叫 CL，也叫 consistency level，什么意思呢？这个公式我们等会讲啊。就是说，你可以配 on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写操作，写操作，只要一个机器写成功了，就认为是成功了，这表示写操作。colum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写到一半以上，就一半加一，你要写到一半以上，对不对？啊，写到一半以上，写到一半以上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么 all 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把所有的机器都写上，写成功才能算。读是一样的，就是说我读一台机器，就可以做判断了。那么这个 column 呢，就是说我要读到一半的机器以上做一个判断。那么这个呢，表示我要把所有的机器都读了再去做判断，是不是？那么这里有个公式，刚刚也说了，就是说这个 read 加 write 必须得大于 n，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举个例子啊，什么叫 read 加 write 大于 n 呢？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的 n 表示等于三，n 表示有总共有多少台机器，对不对？n 是有多台机器。如果你把 write 配成二的话，就是说我必须得写中两个机器，对吧？我必须写到两个机器，第三个机器可以不写进去，就我不确定，就是我写是会去写的，但是我不需要等它成功，它可以不成功，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读的时候，如果你的读是一的话，如果你不是二，你的读是一的话，假如说你正好读了这台机器，那你是不是读了个错的值啊？是不是？所以你必须得是满足这个公，你必须得满足这个公式，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二嘛，这个是二嘛，这个是三嘛。你如果这个是一的话是不对的，对吧？是不能满足的，对吧？所以你这个必须得是至少是二，对不对？至少是二也就能满足，就是说我读两个，哎，我发现读这两个不对，读这两个有差别，对不对？这个跟这个不一致，对不对？不一致。你至少读两个，那么他就会再去读第三个，因为你至少读两个才能判断。那么我读了两个以后，发现我不能做出足够的判断，我再去读第三个，对不对？但如果你只读一个的话，你的判断是会失误的，对不对？你的判断 会有问题，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这里就具体的讲一下这个写这个 write pass 在 Cassandra 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看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啊。好，当一个写的请求过来以后呢，他第一步是干嘛呢？他先把这个你到底要写什么东西，这个操作日志啊，在你这个机器的 commit log 这个 disk 上先存一份，存一份。这个是为了什么呢？然后下一步呢，他就把他这个写到一个他 in memory 的 table 里面。这个是个 in memory table。大家看到这条线啊，就上面的话是 memory，下面的话是 disk，对不对？这个 memory 呢，你会不断的往里面写啊写啊写。当它长 grow 到一定 size 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 SS table。SS table 它是谷歌发明的，叫 sorted，反正它是 sorted S，我有点忘了啊，这个全称叫什么？反正它是 sorted，它什么意思呢？它会根据你的 key 把它 sort 好，它是 immutable 的，它是不能更改的啊。是不是叫 simple sorted table？有点忘了啊，可以去查一下。然后呢，什么意思呢？它呢，因为是 sorted 不能改呢，它的搜索呢可以用二分法，对吧？binary search，它可以通过 binary search 很快的查找，对不对？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 binary search 的话，你就可以快速的在这个 SS table 里面搜到你要的东西，那么 log n 的操作，对不对？那么它长到一定阶段，我们产生一个 S1，对不对？长到一个 S1，就是 SS table 一，那么再到一定阶段产生个 S2，对吧？再到一定阶段产生个 S3，再到一定阶段产生个 S4，那么这里我也说了，为什么要有 commit log 啊？就是说，如果你的机器挂掉了，你这个 memory table 还没有 flash 到这个 disk 的时候，你这个Memory table 里面东西可能会丢掉，对不对？所以我们的 commit log 就为了万一你丢掉了以后，我们重启以后，这个 commit log 的东西呢，可以重新写回来，对不对？重新写回来。好，那我们再讲一下读是怎么回事呢？读是这样的啊，就当你一个读的请求来了以后呢，它先去读 memory table 里面有没有这个 K1，对不对？有没有 K1？有的话，它肯定就用这个 memory table 了，对吧？如果没有的话，它再从这个 SS table 里面读。那么这里问题来了，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有 S1，有 S2，有 S3，有 S4，那么 S4 是最新的，对不对？我们应该从哪个 SS table 里面去读呀？今天人来的人少啊，那么我就不问了，我就直接讲答案了啊。就是说 SS table 呢，就是说你那个这里的话，S 时间从时间上来讲的话，S4 是最新的，对不对？从时间上来讲的话，S4 是最新的。那你理论上你应该从 S4 里面去读，对吧？如果你读到了的话，那就用它；如果没读到的话，在 S3，对不对？再没的话 S2，再没的话 S1。但这样的话，我会很慢啊。如果我 SS table 很多的话，我读完一个再去读一个，读完一个再读一个，读完一个再读一个。那么如果你 table 很多的话，我这么读，如果我是 sequential 这样读的话，那会很慢，对不对？其实我们理论上可以并发的全都去读，对不对？那并发的全都去读也有个问题，就是说，会有点 waste，对吧？就是说有的可能不在的，对吧？那我每个机器都并发的去读，也会有问题，对吧？读的那个 load 非常大，对不对？那么这里是这样的啊，我们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怎么说的啊。首先呢，我们是用 local 那个 disk 呀去 persist data，对吧？首先呢，你先写到 commit log 里面去，对不对？然后呢，你再 update 这个 in memory，这个就 mem table，对吧？然后你读的话呢，你先去查这个 mem table 有没有，对不对？刚才我也说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能要用到那个 bloom filter 的机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 memory 里面会存一个叫 bloom filter，我叫它 bf 吧，叫 bf bloom filter。这 bloom filter 可以快速的让我们知道，比如说 S1、S2、S3、S4，对吧？就是说 bloom filter 呢，可以让我们快速的知道。就是说，快速的知道这个 bloom filter 呢，到底哪个 SS table 呢是那个，哪个 SS table 是有这个数据的，快速的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就知道哦，S1 应该是有的，S4 应该是有的，但是 S2 和 S3 没有的。那它是通过什么原理知道的呢？对不对？就是说我这样的话，我不用我虽然是并发的去查，对不对？但是我并不用每个 SS table 都去查，对不对？减少我的工作量了，对不对？这样的话，我在 S1 和 S4 里面查到以后，我就用最后面的，对不对？我用最后面的，是不是？
Bloom Filter 是怎么做到的呢？看一下啊，Bloom Filter 呢，它实际上是个叫 probabilistic 数，就是概率性的一个 data structure，它是基于一个叫 bit factor 啊。大家看啊，这个实际上什么叫 bit factor？bit 比特，你怎么存储比特的？比特是不是就零和一呀？比特就是零和一，对吧？那零和一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啊，就是说你可以。就理解，我先讲一下什么叫 bit factor 啊。这道题，这个本身也是个有的时候就当一个考试来考啊。那么像 Java 这种语言呢，它并没有它直接的 bit factor 或者 bit set 这种 class，它有的时候就让你自己去实现一下啊。bit factor 就是说利用这个比特位，零表示 false，一表示 true，一表示 true，对不对？那假如说你有一个连续的这个，假如说这个是十个比特，对不对？十个比特，假如说你有连续的十个比特，实际上你可以用一来表示。true 零表示 false，对不对？那么我们假设我们产生 class 叫 bit set，我们可以用我们没有现成的数据结构，对不对？那么我们可能用 array，int array 来做，对不对？那这个 size 呢是表示这个 bit set 的 capacity，就是说表示你总共有多少个比特，对吧？表示有多少个比特。那么你去算的时候呢，你到底要用多少个 int 一个？因为这里是这样的，一个 integer 就是32个比特，对不对？一个 integer 32个比特。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你用几个 integer，相当于是32。假如说我用了三个 integer，相当于我用了32乘三个比特，对不对？是这样的。那么具体怎么算呢？就是说，这里就是有个代码，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啊。就是说，我要算出它的 word number，就你具体哪第几个比特呀？你第几个 position 啊？对不对？应该是先算出来你到底在哪个 word number。word number 表示你第几个 integer 里面，对吧？然后在具体的 word number 里面呢，再算你具体在这个 integer 32个比特里面第几个比特，对吧？第几个比特，对吧？就是说你除以32，相当于除以32，然后再对32取个余，对吧？你把它设成 true 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也是用这种操作算出它在第几个 number 第几个比特，对吧？然后呢把它设成一，对吧？这个比特操作我就不讲了，这不是我们重点啊。感兴趣的同学去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代码啊，就 bit factor。那么首先呢，这个 bit factor 呢，是我们有了 bit factor 以后呢，我们是通过 hash function 算出对某一个，比如说 geek 这个词或者这个 nerd 这个词，算出它的哈希值，对不对？算出它的哈希值，算出哈希值以后，比如说它就会对应，就比如说 geeks，它就把这三个比特，它对应这三个比特，那把它设成 true。那 nerd 比如说这三个比特，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假如说我们要查这个这个，比如说我们要查，比如说我想想看，比如说 dog，比如说我们要查 dog 算出来以后，比如说你算出来是这三个比特，假设啊，那么你会发现这里有个零啊，那就不对了，对吧？就说明这个 dog 呢是不会出现在你这个里面的，对吧？因为有个零，你必须得 dog 对应的哈希值对应的都是一，对不对？对应都是一，像 nerd 就在了，对吧？geek 就在了。但这里可能会有个叫 false positive，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 cat， 虽然 cat 并不在这个 bit factor 里面，但是它对应的哈希值正好被，因为它们两个叠加起来了嘛。就是说如果你这个SS table 里面既有 geek 又有 nerd， 它们叠加在一起啊，你看它就会把这个变成一，对吧？因为这里有个一，这个一大家都一了，它会把这个变成一，对吧？啊，它们是个 odd 操作，对吧？odd 操作，那么它长得就这样了，对不对？长得就这样，但是呢？如果你有个 cat， 它对应的是这三个比特，它你也会认为这个 cat 在这里面，但实际上是不在里面，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个 false positive 的问题。false positive 就你可能会认为它在，但是它实际上不在。大家对这个 Bloom filter 了解了吧？那我们继续说啊，这就是 Bloom filter 啊 ，Bloom filter。我们看一下这个 Bloom filter 我们怎么用的啊？首先呢，就是说你一个请求过来说，哎，你有没有 key 一啊 ？key 一。filter 如果说没有是肯定没有了，对不对？如果这个 Bloom filter 说没有的话，那肯定是没有，对吧？那么他再来个请求说 key 二有没有？你说有以后我们再去 disk 上查那个 SS table 有，对不对？有，好，有的话，那么我们就返回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他认为是有，但是他是 false positive， 就是说。他认为如果 key 三呢，他认为是有，但是实际上这个 disk 上没有，那这个就可能就是说是就是说有点 waste， 对吧？你这个 disk 呢实际上是不需要查询的，
是有这个情况，对吧？我们接受这样的损失，对不对？就是说，如果有它对应的是 key 三，但是它实际上并不在 disk 上，我们是接受这样的损失的，啊，所以说它是有可能，是有这种情况的啊。那么我们再讲一下这个 read operation，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继续啊，好吧？好，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读的情况。读呢，这个我们一个 client 呢发一个请求过来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发一个 query 到 Cassandra cluster，对吧？那么它一般是找最近的这台机器去拿，对不对？最近的机器去拿。那么拿到以后呢，它呢返回，对不对？啊，这是如果就大家还记得那个 consistent level，对吧？如果你只要一个，那就可以了，对不对？对不对？你只要一个的话，但是如果说你的 consistent level 不是一个，对不对？而是多个，这个时候的话就不一样了，对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一个不够，对不对？那么一个不够的话，你还需要看别的机器来确定，对不对？来确定。这里呢，大家看到啊，这里写的叫 digest，什么意思呢？它到别的机器去拿呢，拿的是 digest，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啊，这里我们可能写的比较复杂一点，叫 synchronous 同步 read repair，什么意思呢？先不要看那么，可能写的有点多啊，大家有点怕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去别的机器，它去读呢，它并不是把整个数据读过来，就是说我说那个数据就是 value 对吧？它读的实际上是那个 checksum，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当你去机器上，你存了一个 K 一和 value 一，对不对？value 一，然后你在这机器上也存了一个 K 一，对吧？它可能是 value 一，但是这个机器可能 K 一value 二了，因为它这个数据可能更新一点，对吧？value 二，那么你并不是去把它整个 value 一给读出来去做比较，也不是把它整个 value 二读出来去比较，你是把它的 checksum 去读出来，checksum。比如说 checksum 一，我叫它 C 一吧，checksum 一，这个 checksum 二，而它这个算出来应该是 checksum 一，对吧？C 一，对不对 你比较的是它的 checksum。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大家如果对那个 file system 有了解的话，那个文件系统啊，我们经常那个 file 一啊，会存一份它的那个 checksum，它的 checksum 就是说把整个 file 的 content 啊，做个 SHA-1 hash，这个 C 一这个 checksum 就会很短啊，短很多啊。file 二，我们把整个 file 二的内容读出来以后呢，算一下它的 SHA-1 hash 或者别的那个算法，对吧？啊，或者 MD5 或者是 SHA-1，对不对？这个 checksum 有什么好处呢？我们 checksum 就是说我不需要把整个 file 的内容去读出来做比较。当我比较这个 file 一和 file 二，它是不是同一个 file 的时候啊，我并不需要把 file 所有的内容给读出来，对不对？我并不要读所有的 file。而我读的应该是它的 checksum 一和 checksum 二，我比较的是它的 checksum。只有通过比较 checksum，我就能够，因为这个 checksum 短很多，对吧？short 很多，短很多。我只要比较 checksum，就能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对不对？那这里是一样的。我为了知道这个数据它的 value 一是不是 value 一，就是说我想知道这个机器 B 和机器 C 上它是不是存的也是 value 一，我只要去拿它们的 checksum 就可以了，对不对？如果 checksum 一致的话，那我只要比较一下 checksum，那我就直接返回 value 一了。如果 checksum 不一致，哈，这里看了啊，这里说了啊，就如它首先它只是 request checksum 啊，大家记住它要的是 checksum，它并不是要整个 value 的话，有可能会太多了，对吧？对带宽也不好。你把整个 value，假如说它是一个 GB 的 value，你把整个一个 GB 的 value 都给读过来啊，太大了，对不对？我可能只要几 KB 的 checksum，对不对？这样会优化。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如果 checksum 不一致的话，那么它就要把这个 latest 的 timestamp 拿回来，用这个 latest timestamp 几个机器里面选最 latest 的，然后呢，把那些旧的机器啊，还要 repair，这个 repair 的是旧的机器啊，repair 的是旧的机器，对吧？那么这个是就是说在读的时候啊，它会去检查各个机器，把那些旧的机器给 repair，但是有可能这样不够，对不对？就是说有可能你不读这个。它有的时候，它会异步的去隔一段时间，它可以设置一个窗口，比如说0.1秒，每0.1秒，对吧？它去检查一下每个机器，它那个同一个 key 啊，它那个值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的话，它就要 repair。当然，你也可以手动的去 repair，对不对？是吧？啊，这个细节我就不讲，就是说
因为每个机器上它可能那个数据并不是完全一致，对不对？所以你可能要 repair 它，好吧？不是完全一致，你可能要 repair 它。repair 就是说把它修复成一致的，对不对？一致的，一致嘛，肯定是最新的是对的，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啊。好，我们看一下，那么这里这个数据呢，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MySQL 跟 Cassandra 的比较呢，Cassandra 明显很占优势，它的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写非常快，对吧？它写非常快，而且这个的话，仅仅是那个50个 GB，而且它这里应该用的是单机版吧？啊，就是说这里没有具体提这个机器的配置啊。其实你在跟别人讲的时候，应该要讲一下这个机器的配置是多少。反正大家也知道，如果机器越多，Cassandra 优势越大，对吧？机器越多优势越大。好，接下来我们的原理已经讲完了，我们可能讲具体的操作，看看有没有问题。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的原理都讲完了啊。接下来我们要讲具体的操作啊。首先，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 key space 的概念，对吧？key space 在一个 key space 你是可以调它的那个 replication 啊，你可以调它那个 consistency level，它是每一个 key space 你可以去调的啊。所以刚刚也说了，其实运维这个。Cassandra 需要运维去搭的，然后你还要做各种配置啊，这里的配置挺多的，包括刚刚我们说的 consistency level，所以其实要把 Cassandra 用好啊，其实难度挺大的，就是说你要根据你的那个应用啊，你要调各种参数，这个而且这个运维他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你这个到底，你要告诉他对吧？所以你要把 Cassandra 用好啊，用对啊，实际上难度挺高的。好，我们看一下 table。因为 Cassandra 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说，我们那个 SQL language 叫 SQL 对吧？叫 SQL。Cassandra 呢，我看这里有没有写啊？可能在后面。就是 Cassandra 叫它叫啊、呃、叫叫它叫 SQL，什么意思呢？念的差不多，叫 Cassandra Query Language。Cassandra Query Language。因为 Cassandra 它为了那个更加 popular 对吧？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可以用它对吧？它的语法呀。它的语法做的跟那个 SQL 做的很像啊，但你看 create table 跟 SQL 几乎一模一样啊，对吧？这个 table 的 schema，它这个做的东西呢，跟那个感觉跟那 relational database 非常像啊，它也叫做 table，对吧？就是我们的 table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column family，对吧？但是并不代表它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啊，它只是为了你便于使用，它把给你那个接口啊，它把对你的那个接口给的那个。就是做的那个很像，对吧？在接口做的那个很像，但是呢，它并不是那个，并不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它本质上实际上差别很大的啊，好吧？好，我们继续说啊，好，我们继续说。那么这里的话，那个 primary key 呢，回头我们会讲啊，这里它 data type 有些支持的啊，等会我们会讲啊，它并不支持 constraints，它也并不支持default value 啊，这些不支持的啊。看一下啊，那么这里的话，举个例子啊，它实际上每一个 record 每一个value record 呢，它实际上是会那个产生那个 key 一个 ID UUID，这个是它实际上是它真正的 ID，这个你是不需要知道的。那么它的那个 column 呢可以变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它是 schemaless，对吧？我们继续说啊，继续说。那么这个 primary key 呢是这样的啊，它是。primary key 是用来 uniquely identify 一个 row 啊，一个 row 就是通过这 primary key 来 identify。它呢是由 partition key，partition key 是什么呀？是表示它算出来你在哪个 partition 上，它算出来你在哪台机器上。然后 clustering column 什么意思呢？首先这 partition key 呢是决定你在哪台机器上，对不对？哪个 partition 必须得要的。必须得要，你必须得，你在做搜索啊，你要做 where，如果你要做搜索啊，你要 query 的话，你必须得知道这个 partition key，对吧？不然你去哪台机器上呀？当你知道这个 partition key 以后呢，在一台机器上，这个机器上的数据你可以通过 clustering column 来做 sort，所以 clustering column 是可以支持大于、小于、大于、等于这种的。举个例子啊，这里面呢，这个 table 呢，这个 steward name 呢是 partition key。partition key 啊，这里可能写的有点问题啊，这个应该是 partition key 啊，这整个这三个叫做 primary key 啊，这三个加在一起应该叫 primary key 啊 primary key，这个 steward name 呢是 partition key，是决定到底去哪台机器上找，那么这个后面这两个呢是在一台机上根据这个做 sorting，
默认是ascending， 默认是递增，对不对？做 sorting， 那么这个 king 啊，这个什么 start 是这个可以根据它排序的，对不对？那么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根据 class in column 呢做搜索，它搜索是二分搜索，对吧 ？binary search， 而且你可以说大于小于，对吧？啊，是这样定的。那么这三个 key 加在一起决定了你一个 unique 的 row。那么有人可能会问说，那我的 partition key 可不可以用多个呢？啊，是可以的，就是说你如果这样写啊，首先这个括号比如说什么 k1， 本来的 k1 和 k2 这样的，假如说你 k1 和 k2， 本来的 k1 是 partition key， k2 是 class in column， 那么你可以再加一个括号，比如说 k3， 甚至可以 k4 k5 啊，你在里面再加个括号，那么 k1 k3 就是你的 partition key， 加在这两个加在一起决定了你在哪个 partition 上啊，是可以多个的啊。这里呢，这里说一下啊，就是说在 Cassandra 呢 ，join 是不允许的啊，不能做 join。那么你这里呢，就是说，不好意思，喝口水。就是说你这个 partition key 啊，就是说你的 partition key 呢，你在使用的时候呢，最好不要让你的那个 SQL 啊，不要让你的 SQL 啊，不要落到一个或者少量的 partition， 多了的话就不对了，对吧？用你的操作啊。最好是少量的 partition 或者一个，尽量是一个，那么你要可以用那个 class in column 呢，可以做 data order， 对吧？是这样建模的。回头我们也讲建模啊。那么我们讲一下 absert 其实就是 insert， 没什么区别，对吧？这个操作，对吧？就是那个你的 column name 再加那个 values 是一样的，对吧？啊，你可以加 TTL 表示 time to live， 对吧 ？insert。然后呢，这里的 select 很像啊，这个 select， 但 select 它有限制啊。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说你必须得把所有的 partition key 给包含，对不对？那么你是可以产生 secondary index 的，这个我们等会再说啊。那么你这个 partition key 是不能用大于等于或者 in 的，in 是可以啊，但 in 的话这个比较伤啊，就是说你不能用大于等于啊，你可以用 equal 和 in， 对吧？ in 的话呢，它也不是特别建议，对吧？就不太特别建议。因为你不能说大于等于，对吧？你这个 partition 什么叫大于啊，对不对？什么叫比它大于啊，对吧？不好说啊。那么你也可以加 filtering 啊，好。然后呢 ，update 的话，我们看啊，就是说这个 partition key 呢和这个 clustering column 也一样的啊，你要用 where 对吧？做 update， 这个跟 SQL 的那个是非常像的啊，跟 SQL 就是 relational database。delete 它也支持，对吧？但我们也说了 ，delete 实际上是在它本质上，它的虽然它的操作是叫 delete， 对吧？写是写 delete， 它实际上是在那边加了一个 record， 给一个 null， 对吧 ？tombstone 相当于是，对吧？它实际上是你可以做 delete， 对吧？啊，然后你可以加 TTL， 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啊。那么 secondary index 我不细讲了，但是我要讲一点啊。Secondary index 实际上是非常不 scale 的，就是说尽量不要用 secondary index， 你记住这点就可以了。Secondary index 从原理上讲的话，它等于说是每个 partition 又重新建了那个index， 等于说是每个机器的，所以它是不太建议的啊，这个是不太性能上不太好的啊，尽量不要用 secondary index。啊，这里呢，比如说它也支持一些这种特殊的数据结构啊，比如 set， 比如 list 或者 map。就是说你可以当 value， 就你可以当 value 用，你可以说这个 tag 呀是一个 set， 这样子的话可以就是说你可以去重，对不对？可以去重，看有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可以去重，对吧？可以 set， 这里 set 的操作大家可以过一下，就比如说你这个是个set， 对吧？然后你可以增加一个，减少一个，这里的话你自己去看吧啊，它就等于说对 collection 的支持，对吧？这个呢比较 advanced， 对吧？那么讲一下这个 SQL 里面它对应的那个 ACID， 但是在 Cassandra 里面它很多 ACID， 特别是那个batch， 就或者就叫那个atomicity 啊，它实际上是很难不一样的啊，就这里稍微看一下。那么这里也有个叫 batch， 我们讲一下啊，什么叫 batch 呢？ batch 呢就是说我要同时写几个数据，我要同时写好几个数据。那 batch 它默认支持呢，就是说对同一个 partition 是可以支持的啊，就是说大家什么叫同一个 partition， 就同一个机器上，对吧？假如说我这个 K1 K2 啊，假如说我更新，或者是 K1 里面就是说你
你的 K 一里面有两个 clustering column，对吧？因为这两个是不两个 clustering column，实际上对应的是不同的 row，对吧？或者 K 二，如果它们都是在一个 partition 上的，对吧？都在一个机器上的话，我要保证这个 K 一和 K 二同时写进去，同时更新，同时写进去，可以用 batch。batch 就表示那个一组嘛。那 batch 大家知道吗？就是，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一个叫我看我都想不起来中文怎么说了，就是在美国的话，这个 batch 就是你去烤面包对吧？就是出炉的时候这一个 batch 里面有好多面包，好多 cake 对吧？就是说你有多个 cake，就是说你要多个同时去操作对吧？我要保证 K 一和 K 二同时写进去，batch 的操作要么有一个写不进去的话，那就不写进去，它是保证原子性的对不对？这里就回到刚才说的 atomic，就是说。我要么 K 一 K 二或者 K 三，你可以多个，对吧 那前提必须得是同一个 partition，我必须得他们全同时写进去，要么就一个都不写进去，这是可以做到的。那假如说我这个 K 一在一个 partition 上，我的 K 二在另外一个 partition 上怎么办呀？那能不能用 batch？首先你不能用 batch，那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如果我想保证 K 一和 K 二同时写进去怎么办？我们想保证 K 一和 K 二同时写进去怎么办？这个我们下节课会讲啊，要通过另外一个机制啊，这个就这么说吧，这个 database 本身已经帮不了你了，这个 database 它做不到这个事儿，它没办法说一个机器上写进去，另外一个机器上同时也写进去，对不对？这个可能不能通过 database 本身。那么有的同学说，我可以 retry 啊，假如说 K 一写进去了，K 二没写进去怎么办呀？那有的同学说我能不能 retry，就反复试，你要试多少次呀？假如试不成功呢，对不对？是不成功的，那回滚呢？我们把 K 二删掉，我们把 K 一删掉，要不要回滚？回滚，那叫 K 一挂了怎么办呀？那 K 一如果回滚不成功怎么办？这里就有问题了，对吧？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下节课讲啊，这节课我们不讲了。这个跟可这个本身不是 consensual 做的事儿啊，consensual 他不会去做这个事儿啊，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我们下节课会讲啊，就是说你要同时写到 K 一和 K 二，对不对？那一个成功了，一个不成功，怎么办呀？对不对？consensual 不会帮你做这个事儿啊，这个实际上就是分布式事务，对吧？刚刚我们也说了事务 transaction，分布式事务，那个到底怎么做，对不对？是吧？好，我们看一下啊。那么这里提一下这个 tune，这个你怎么 tune？就这个东西，我刚刚说了，这个韵尾也要配的，对吧？read 和 write 这种的，所以这个很难，对吧？好，我们看一下 consensual data modeling，看一下 data modeling。那么这里就讲建模了，对吧？讲建模了。首先呢，这个我们讲一下这个 entity 和 relation 啊，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可算在 SQL 里面建模呢，它是基本上你一个 entity 啊，就建成一个 table，对吧？一个 candidate 就一个 table，然后呢，它们之间有 relation 呢，你可以建 foreign key 啊，做 join 啊什么的，做 foreign key 做 join，对吧？那么就是说，这里的话就是说，这个 consensual 的建模呢，它是叫 query driven design。什么叫 query driven design？就是说它的建模啊，就是说是完全按照你的 query，就是你的 select，就一个 query 啊，基本上就一个 table。等会我们也会讲啊，一个 query 就是一个 table 啊。所以说，如果你在建模 consensual 的时候，你必须得知道你的 client 你的请求啊，到底是做哪些 select 的，明白我意思吧？你必须得知道你是做哪些 select 的，如果你不知道做哪些 select 的话，你是没办法建模的。就是说，如果你的 select、你的 query 多种多样，那么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用 consensual，你整天变来变去的，而且有很多，那你 consensual 就很难做这个事儿了，对吧？所以呢，它基本上就是每一个 query 都建好了一个数据，这数据就放在那边了，就放在那边。等我们再会讲啊。就是说，这个它跟 database 不一，relational database 不一样。就是说，relational database 是 organize 这个根据你的那个entity 啊，根据你的那个 model 啊，根据你的本身的 model，就 database 叫 Java 里面的 object 啊，它建模的。consensual 呢，它是要 denormalize，它允许你 duplicate，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啊，就是说基本原则，就是说你优化是读，就是你可以存多份冗余数据。对不对？存多份冗余数据，denormalize。然后呢，你有哪些 read 接口呢？你有哪些读的接口呢？你的 table 呢，就按照 read 接口去定。
你有几个，你就要放几个 table，基本上，啊，你有几个读，就要放几个 table。这个 table 呢，就已经就你要的数据都在那边放好了，就你不用再去什么 join 啊什么东西的，就已经在那边了，啊，就是很快。另外呢，就是 Cassandra 呢，它那个写啊是非常 cheap 的，它写非常快，对不对？所以你这个一份数据啊，你可能要写到多个 table。这个 table 呢，就是为了那个，就是说你一份数据啊，你要多个写，写很多，都要写。然后呢，你 table 呢，就是读的时候呢，就直接就现成就在那边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刚刚把这个基本原则讲一下，我们举个例子，看看有没有问题。好，我们讲一下这个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 user 对吧？你把他那个 ID 当成 primary key 对吧？你这个 user 呢有 username 有 email 有 age 对吧？如果这个是 relational database 怎么建对吧？就一个 table 对吧？relational database 呢就一个 table，就一个 table 就够了对吧？假如说我要根据 username 去查这个 user，那我加个 index 对不对？如果我要根据 email 去查这个 user，我也去加个 index，那到了 Cassandra 怎么办呀？Cassandra 怎么办？Cassandra 的话就是说，首先你要遵循几个原则啊。首先呢，你要尽量的那个你的那个哈希啊，这个 partition 啊，尽量的要分布均匀啊。你不要说都在一个机器上，等会我们会讲啊。就当你选这个 primary key 啊 partition key 的时候，尽量让它分布均匀。另外呢，每次你的查询或者写啊，尽量一个或少量的 partition，就少量的机器，对不对？这几个基本原则，你在做 modeling 的时候，你的 modeling 你在选这个 primary key 啊，就是选 partition key 的时候啊，尽量每次操作都是一个是叫均匀的，就是说不是别老在一个机器上，对吧？假如你有三台机器，你不能说老在机器一上，对吧？那你这个机器一累死了，对吧？你尽量分布均匀，对吧？你的 traffic 会尽量分布在多个机器上，是不是？啊，我们看啊，刚才那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建一个 table 叫 user by username， 这里面呢，你看啊，它的 primary key 是 username 对吧？根据 username 去查它的 email 和 age， 对不对？那如果你要根据 email 查呢，那你的 primary key 是 email 去查它的 username 和 age。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的 username age 放了好几份，特别是 age 放了好几份对吧？放了好几份，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 table 呢，就是说，你。首先我们有两个请求对吧，一个请求是根据 username 查对吧，一个请求是根据 table 根据 email 查，所以我们建了两个 table， 这里是没有 foreign key 的啊，因为在那个relational database 里面你可能有 foreign key 对吧，但是在 Cassandra 里面是没有所谓的 foreign key 的啊，那么你就是写多份，你但你去查询的话，你一查一个准对吧，对吧，你一查就有了，它数据呢写了好几份，这个 email 在这里放了一份对吧，在这里也放了一份对吧， age 在这里也放了一份， age 在这里也放了一份，所以它是冗余的啊，我们看一下，也有种写法呢，这样写的，这样是不好的啊，就不要这么写啊。就是说，它为了节省这个 age， 你看到没有？它建了三个表，那它就根据 username 查到了 user i 查到了 id， 根据 email 可以查到 id， 再用这个 id 呢再去查它的 age。那这样的坏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查两次，对不对？你先要这里查一次，再要再去查 user， 对吧？这样不好，对吧？你要查两次，所以 Cassandra 呢？你这样建模是不太好的啊，这样就又变成 normalized 对吧，又回到 normalized。 好，我们讲一下 many to many。 many to many 呢，在 relational database 里面呢，基本上加个中间表对吧，就是说比如说你是有 user， 你有 row 对吧，中间加个中间表，中间表表示这个 user 1它有比如说有 row 1对不对啊，比如说 user 1呢有 row 2对吧，就是你加个中间表对吧，在那个 many to many下节课我们会讲啊，但是 Cassandra 里面怎么做呢？就比如说啊，我们要一个 student 呢，他有他的那个 course 对吧？那么就是我们要查那个 student 他有哪些 course， 就某一个 student 他上了哪些课 course 对吧？那么我们建一个表叫 student 他 primary key， 然后他有哪些 course 对吧？然后呢，我们可以建一个那个表呢，就是说一个 course 呢，他有哪些 student 对吧？就是你想知道那个某一节课有哪些 student 来上课，对不对？是这样的，好吧？那么，因为我们有两种操作嘛，就是两种查询，所以我们两个表，对吧？那么再举个例子啊，这里例子放的挺多的，就是假如说我们有 video， 有 user， 有 comments， 对吧？这个实际上你去面那个别的公司，他有的时候让你设计个 YouTube 啊，假如说 YouTube
设计个 YouTube 啊，就是让你建那个 relational database 啊，这就是个例子啊。大家有没有做过那个 YouTube 啊，或者 Netflix 的设计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model， 这个系统设计体验就是 design YouTube Netflix。你可以这样，你如果用的是 relational database， 你可以这样建模啊，就是说 video 它有它的 ID title 对吧？你 user comments， 那么如果你要查某一个 video 的 comments 的话，你要查某一个 video comments， 你就可以做个 join 对不对？你可以 from video join comments， 让那个 video 的 ID 跟 comments 的 ID 一样对不对？对吧？你可以 join 一下。如果你要根据 user 查 comments， 你可以把 user table 跟这 comments table join 一下，对吧？那么大家也看出来，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 ，relational database 你就把这几个表建好了以后，根据你的模型建好以后呢，你随便怎么查，你就做 join 就可以查了，对不对？但 Cassandra 不能这样，它要 denormalize。大家我刚刚也说了，对吧？你要查 comments， 根据 video 查 comments， 我们就建一个表。如果你要根据 user 查 comments， 我们要根据 user 建一个表。那我们建两个表，一个表呢主键就是这个 video， 对吧？然后是 comment ID， 然后另外一个呢根据 user 的主键就是 user 再加 comment ID， 是不是？这里面的 comment 这种东西都得，就是说这是一种 denormalize， 对吧？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就是 Cassandra 建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讲这个 example， 大家自己看啊。好，这里又有一个 example， 就 many to many， 对吧？啊，大家看。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个，你如果存这个用户 follow 别人，对吧 ？follower 在这个 many to many， 就是说 user 一啊，可以 follow user 二，对不对？那么这里的话，建表的话，实际上我们就会这里产生一个 record， 就是说 user 二是 follow 二，对吧？那么 user 一是被 follow 的，对不对？这样一条数据啊，我们会这个是二啊，二。我们又会在这里面放一份被 follow 对吧，就是说那么我想想看，这个是 user 2对吧， following user 1对不对，对吧？就是说同样一个 relationship 我们会存在两个表里面，就是说一个是表示 user 呢被谁给 follow， 一个呢就是说这个 user follow 哪些人，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要查某一个用户，比如说 Lady Gaga 有哪些人 follow 他，那我们就可以查这个表了，对不对？那比如说你想知道我这个小粉丝 follow 了哪些人，比如 follow 了易烊千玺啊， follow 了那个什么杨超越啊什么，对吧？那么你就查这个表，对不对？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表，但是它很快一查就能查到，对不对？是吧？这个建模是不一样的啊，建模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再讲一个另外的额外的知识点，这个是对你简历有用的啊，我们看有没有问题。我们现在讲一个额外的知识点，就是你这个简历打造是有用的啊。这里我提一下啊，这个运维特别要注意了啊，就是说在产线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啊，就是说 Cassandra 集群啊是要求你每个机器啊它严格的时钟同步，就是说我曾经碰到过这个 Cassandra 他们那个集群啊，他忘了用那个 NTP 同步了，那就造成一堆问题啊，因为 debug 半天啊，就是为什么啊，因为就是说你如果时钟不同步的话，就他们的时间必须得同步啊。这个其实在别的很多系统也是要求的啊，就是说在高速操作的时候，可能这个时间不同步，他们差了一秒两秒或者一分钟两分钟，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啊。大家看一下啊，但是呢就是说NTP 这个本身呢，就算你同步了也会有问题啊，我们后面讲一下问题啊。先讲一下这个 NTP 啊， NTP 的话就是说是一个叫 Network Time Protocol 啊，这个你应该知道啊，就是说它是一个时钟 synchronization 的一个机制，就不同的计算机啊，它通过这个 network time protocol 啊，可以 synchronize 它们的时钟，同步它们的时钟啊。那么我刚刚也说了，就即使你把所有的机器都时钟都同步了，你可能还会有个问题啊。什么问题？我们讲一个比较细的一个问题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一个机器要查 A 对不对？它的请求呢发到这个某一个机器上 node 5上呢，他发现这个机器上只有 E、D、C， 他并没有 A， 对不对？并没有 A， 这个时候呢，他并不是管 A 的。那么他这个写呢，假如说是个写操作啊，读操作也可以，读嘛就是从这两个机器上去读，对吧？那写呢，写的话，比如说，假如说我同时发了两个请求啊，假设啊，我再同时发了两个请求，一个是 K 一，他把这个 K 一改成 V 一，另外他很快的发了个请求就。一毫秒之内他又发了个请求 K1 和 V2， 他比如说一毫秒之后他又发了个请求把 K1 改成 V2， 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说这个请求呢，他会根据这个
K1 这个 K 就是 A 好了，我们 K1 就是 A 啊，就是 A 好吧？那么它会把这个 V1 呢发到这个请求发到这个 Node 1上，对吧？第二次呢可能发到 V2 上，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 Node 1上它有个时间叫 T1，对不对？它拿到这个 V1 的时候呢，它这个时间对应的是 T1，而这个 Node 2上 T2 拿到时间是 T2，对吧？写过来的时候，这个时间是 T2。好，一般来说，如果你时间是对的情况下，如果你这个时间是对的情况下呢，这个 T1 应该是比 T2 小，对不对？就是说你最后写的时候，这个 T2 应该写进去的是 V2，对吧？因为它是根据时间戳嘛，时间戳 T2 应该更大一点，对不对？因为它在后面嘛。但是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机器 Node 1和机器 2 Node 2它们的时钟不一致，时钟不一致呢，它会认为误以为 T2 更小 ，T2 这个时间更小，而 T1 更大 ，T1 这个时间更大，这样会造成什么事情呢？它就会认它最后拿到的写到下来的值是 V1 而不是 V2，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这里你看啊，就是这里是这么说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啊，就是说，当你使用这个你会发现对一条记录啊进行两次更新，最终结果有可能是不是第二个请求更新的结果，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两个请求呢，它时间间隔实在很短啊，就是说这个机器呢，你不可能做到完全同步，就是说即使在你 NTP 同步的话，也会有毫秒级别的时间差。毫秒级别，也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呢会发到不同机器呢，发送到不同机器呢，就是就会认为这个时间差就有问题。那这个东西该怎么解决呢？这解决方案呢叫 token awareness。 token awareness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 client 啊，大家看到这个 column 这个 consistent level 是配置成 column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让这个 client 啊发请求的时候啊，对某一个 key A 啊固定的发到这台机器上，固定的发在机器上，什么意思？就这个 client 他是知道你那个 ring 啊，我们讲那个一致性哈希啊，他不是有那个 hash ring 嘛，那个 ring， 这个 client 是知道你的 ring 的，所以他的请求都会固定的发到一台机器上，发到一台机器上，一台机器上它的时钟是不会变的，对不对？它时钟是一致的，它不可能有区别，对不对？就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也叫 client side load balancing， 就 client side load balancing， 就 client 是知道你的那个Hash ring， 对不对？它呢是在做 client side 做那个 load balancing， 它是叫 token aware， 就是说你这个 client 是知道这个 key 是什么的，它是直接就去，它不会先去一台机器，它不会去这台机器上去，它就直接去这台机器上去了，好吧？好，这个东西你是因为这个我讲这个东西呢，是为了这样的，就是说很多学生当时找有的时候找我一对一辅导啊或者什么的，他比较那个痛苦的就是说。找不到比较拿得出手的那个简历项目，对吧？或者说更具体点就是说 most challenging technical project。 那么我也想我跟迪老师商量的，也先通过这些课呢也跟大家可以有些东西可以放到简历上，对吧？就你可以说，对吧？你可以说我那个做 Cassandra 的时候呢 helped fixing Cassandra data consistency issue 啊，数据一致性 issue in production environment by enabling NTP protocol，对吧 ？NTP protocol across servers and applying token aware policy for Cassandra client。这句话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但里面其实就是说，你到时候跟面试官要解释。我建议你要讲，你要搞懂了再去解释啊，不然你解释不清楚啊。就是说，你要跟面试官解释这个事儿，就是说，首先呢，你需要所有的机器都 enable 那个 NTP protocol， 对不对？其次呢，就是说加这个 token awareness 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你可以说这个是产线上有个 bug。就是说比如说你产线出现这个 bug 你怎么解决的，对不对？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会面试的时候问你说，哎，你这个有没有碰到过 most difficult bug 呀？那你这个 most difficult bug 怎么解决呢，对不对？就这个意思，你怎么解决这个 bug， 对不对？就是说他有的时候面试的时候，他这个就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对不对？就是一个 bulletin， 是吧？当然你要把这个放到你简历上，你必须得搞懂我刚刚说的啊。有不明白的你也可以在QQ 群或者发帖我们讨论这个事儿，如果你还听不懂的话啊，就有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接受起来确实比较吃力，这个毕竟讲的比较细啊，就是说好吧啊。好，我们继续说啊，那么
Cassandra 这块就基本上我要讲的都讲完了，大家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开始讲 MongoDB 了啊。MongoDB 是另外一个 beast 啊，另外一个野兽，也挺难的啊。MongoDB 其实它比 Cassandra 还要 popular。popular 并不是一个是它出现的比较早，二呢，它对 SQL 的支持，像它一定程度上支持 join， 对吧？所以更加受欢迎。其实就说穿了，你这个使用起来越接近 SQL 啊 ，relational database 啊，因为大家接受是有个那个过程的，对吧？你上来这 Cassandra 呢，它跟那个 relational database 差太多了，就用起来非常复杂。它虽然性能上很好啊，但它用起来太复杂了，就很难让别人接受，你知道吧？而 Cassandra 呢，虽然它性能上并不一定有 Cassandra 那么厉害，那么牛逼啊，但是它性能肯定比那个 relational database 好，对吧？再加上它别的特点呢，它应该是 NoSQL 里面最 popular 的一个框架啊，应该相当于大家用的比较多一点，因为更加容易写嘛，就使用起来门槛低嘛，对吧？就是说，那么它是主流，它主要是基于 document base 的，对吧？那么它里面存的数据呢是 JSON， 是 JSON 啊 ，JSON like。等会我们也会讲，它是 dynamic schema， 对吧？那么它实际上进行优化，它实际上 JSONB， 等会我们会讲，它是支持 secondary index， 它主要是通过 master slave 这种架构啊，等会我们会讲啊。JSON 大家应该不用我讲了吧 ？JSON 就长这样的 name value pair， 你可以是像一个 object 有 key value， 对吧？你可能也可以是 array， 对吧？那么 JSON 的话，它进一步优化Bison 或者什么，它把它存成 binary， 因为 binary 的话，它存储起来的话就可以进一步优化，对吧？啊，就 serialize 对吧 ？binary， 因为这个 string 解析起来很慢，对吧？那么这里面有几个概念性的东西啊，就是说这个 MongoDB 怎么叫的啊？就是说，首先呢 ，MongoDB 里面的对应的 table 呢，它是叫 collection 对吧？一个 collection。那么 row 呢，对应的是 document 对吧？那 column 呢，可能对应的是 field。我们看一下啊，这里呢，就是说你它是个 document based 的，那个 document 呢，它更像是那个。table 对吧？不是 document 更像是一个个的 row 对吧 ？collection 是 table 啊，不好意思啊。然后呢，它里面存的是 key value pair 啊。那么 MongoDB 呢，它那个 scalability 强很多啊，它肯定更 scale 对不对？是吧？等会我们会讲一下啊，它肯定比 relational database 的更 scale 啊。它呢是 hierarchical 的那种 relation， 就是它是支持那个 nested 的那个 schema 啊，我们等会会讲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 collection 呢，它对应的是 table， 你一个 collection 呢可能有多个的 document， 相当于多个 row 对不对啊？它是 hierarchical 的对吧 ？hierarchical 的这样的啊，就是说你看啊，它是一个 database 相当于对应的是一个 database 里面有零个或多个 collection 对吧？一个 collection 里面零个或多个 document， 一个 document 的零个或多个 field， 它是 hierarchical 的对吧？那么这里就看了对吧，你看啊，这里比如说它 schema free， 你可以存各种各样的数据对吧？它 schema 没有固定的对不对，是吧？它长这样的。那么这里就说了，大家看啊，这里面就有点 nested 啊，这个 order 里面可以嵌一个 order 的数据，对吧？这里面是 embedded， 然后你这个里面其实可以再嵌一个数据，就是说你这里面可以同样再嵌一个 object。如果你对 JSON 比较 familiar 的话，你可以里面再嵌一个，对吧？比如说嵌一个 object obj obj， 你可以一层一层的嵌下去，对不对？你可以一层一层的嵌下去，是不是？你就可以这样嵌入式的嵌下去啊 ，nested。这里举的例子就是说，你这里面的话，这个原来是这样建的，对吧 ？Custom table 一个 ，order table 一个。那你到了那个 Cassandra MongoDB 里面的话，你这个 table schema free 的啊 ，schema free。那么这里一样的，就是说 MongoDB 它也会自动产生一个 UUID， 这个是它的那个唯一标识，对某一个 row， 对不对？这个 ID 对吧？然后呢，它这里的 collection 啊 ，database 啊 ，document 这些专业术语啊 term 对吧？field 呢就相当于是这里的那个 field 就相当于这里的那个name value pair 对吧 ？name value pair 就是这个 custom ID 是 name value 是这个11对吧？啊 ，example of key value pair 对吧？好，看一下啊。那么我怎么做那个 SQL join 呢？我们怎么做 SQL join 呢？这里呢 ，MongoDB 呢，它这样的啊，就是说，本来这个模型是这样的，就是 comment 和 user， 对吧？它可以做在 relational database 呢，你可以做个 join， 对吧？根据这个，比如说 UID 啊，根据 name， 比如说啊，那么 MongoDB 的那个 3.2 以后呢，它也做一个 lookup 的支持，就是做 join left join， 相当于是 left join， 啊，但是呢，慎用吧，就是说慎用，虽然它支持啊，但是这个性能肯定是跟 SQL 没法比的啊。跟 SQL 没法比的，所以你慎用这个事儿，慎用啊。那么这里讲一下啊，
就是说 MongoDB 是这样的，它本质上的架构啊，刚刚我们在最开始课的最开始的时候也讲了，它本质上的架构呢是这样的，就多主多从，多主多从，你看它有多个 master， 对吧？多个 slave， 它本质上是多个，这也决定了它的那个 write 的，它并不像 Cassandra 那么样 write 的 throughput 那么大，对不对？它 write 是很有限的。所以呢，你这里呢是有 config table， 不是，不好意思 ，config server。config server 是干嘛的呢？它是决定你这个 key 啊，你看它有多个 shard， 这个 shard 相当于对应我们刚才那个对应的 partition sharding 啊，就是 partition， 就是我们的 partitioning 啊 ，sharding 啊，就是你这里的话，这里的例子应该是三台机器，三个 partition 吧，因为这里面实际上它有 primary 的那个机器，它还有 secondary 的机器，对吧？啊，就是说这里就是每它这里是三个 shard， 三个 partition， 每个 shard 呢三台机器。一个请求过来以后呢，他去 config server 就告诉他你应该去哪个 shard， 哪个 shard 这里我们写的话是写到 primary 对吧？读的话可以从那个slave 里面去读，对不对？它是这个机制，对不对？那么这个 config server 就很重要了，对不对？ config server 你看它也是三台机器，对不对？所以它这里对机器的，它这里吧对机器的要求也很多，对吧？就是说，就是 Cassandra 的话，你可能用一两台机器就可以搭了，对不对？但 MongoDB 的话，你上来就有好几台机器，对不对？你必须得有好几台机器。就是你这 config server 它这里就有三台机器，对不对？因为它为了做那个 Paxos， 就一致性那个算法 Paxos， 就是类似于 Zookeeper 呀、啊，那样的框架啊。回头看迪老师可能会讲啊 ，Zookeeper 什么的啊，它就能为了保证这个，就是说它计算出来的 configuration， 对吧？它是 configuration 的服务。好了，这里的话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语法上的，就是说你看这 MongoDB 这个用起来的话非常接近那个 object oriented， 对吧？你可以这个 musician find 相当于对 musician 这个 table 啊 collection 啊做一个查，把它做一个 select all， 对吧？那么你也可以根据 artist name 去选，这个 artist name 是等于 deep purple 的，就是相当于是它会查询，对吧？就 where 相当于是 where 这个它这个写的也这个用起来很像 JSON 啊，就是说你也可以根据 name 做 sort， 这个是，然后你可以descending 的 sort，descending sort， 对吧？降序，那么你也可以根据两个 field 做 sort， 对不对？那么这里的话就差不多讲完了啊，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啊，就是说其实这里有点问题，它这里 Cassandra 实际上它是支持那个 secondary index 的后期啊，后的版本，这个图片有点旧了啊。那 Cassandra 比较有的优势就是说它是High write throughput， 其实你说 MongoDB 它是 no downtime on node failure， 它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没有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对不对？是吧？这个 expressive object model 实际上讲的就是那个 MongoDB 啊，它那个它就是 JSON 啊，就是更加那个，你看啊，就是更加就是贴近那个 object， 对吧？啊，那么这里是个比较更加大的表的总结啊，就是说这里是这样的啊，这里提一下这个、啊、map reduce 啊。大家看到这里的话，它这里写的 secondary index， MongoDB 他们全都支持，对吧？就是说，我们一般做我加一个图片啊，看有没有问题啊。我这里讲一下这个它跟那个map reduce 的集成啊，就是说，看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我们讲一下啊，就是说这样的啊，就是说你在我们一般做云计算吧，就是说，就是 Cassandra 这种的话，它一般来说我们画一条竖线嘛，就是说啊。就是说这个是 gateway 一个请求过来，对吧？一个请求过来，一般来说你先会把数据，我们现在用的 Cassandra MongoDB 一般就是我们现在用的 database， 对吧？我们是放在这里，这里是 NoSQL， 对吧？就是说 NoSQL 哦，提一下啊， NoSQL 实际上它说的就是 not only SQL 啊，它并不是说 no yes or no 的 no， 它是 not only SQL， 这里有个误区啊，有的人同学以为这个就是 yes or no， 对吧？啊，我们这块我们刚学的 NoSQL， 我们把数据存在这儿，对不对？那么后期的话，我们有可能那个，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个大数据的那个 team， 对吧？它这里面可能是 Hadoop， 对吧 ？Hadoop 集群，对不对？那么经常我们的架构会这样，就是我们数据呢会写到 Cassandra 啊，或者是 MongoDB， 这个是为了你查询啊，就是直接就 immediate， 就是说你可以就是马上查询你的数据，对吧？你存完就存去，但是可能你要做 big data 分析，对不对？Big data 分析可能它一慢就是比较慢，可能一天跑一次啊那种的。Big data 大数据的分析，对不对？一般是这样的，对吧 ？Big data 分析，所以经常你一般你做开发的话，你可能这里是一个组啊，
然后 big data 是另外一个组，而这两个组之间的联系也挺紧密的啊，就是有可能你需要把这个数据呢 stream 就是说导入到你那个Hadoop 的集群里面，经常会是要这么做啊，因为 Hadoop 集群或者是 Elasticsearch 对吧？Elasticsearch 或者 Hadoop 集群或者是 Elasticsearch，干为什么呢？因为可能 Elasticsearch 这个搜索功能更强，对不对？或者 Hadoop 它可以做一些分析，那么就是说你这里面的优势呢，就是说你写完以后呢，你去查它呢，它马上就有，对不对？但是你要做一些更加复杂的搜索呢，刚刚我们也说了，对吧？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说，刚刚我们说了，就如果你有各种不同的 query 啊，你这个 Cassandra 或者 MongoDB 这个搜索是不太有优势的。但是呢，如果你把你的架构做得再复杂一点啊，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搜索，你可以把你的数据在这里存一份，对吧？这里是存在这里一份一份存好以后呢，你再把它 stream 到 Elasticsearch 里面去，就 Elasticsearch 啊或者 Hadoop 什么的。这样的话，你的搜索呢是去这里搜索，就更复杂的搜索啊，去这里搜索，而不是在 Cassandra 搜索，对不对？就是把，因为 Cassandra 的优势是，比如写得快啊、存储啊，可以查一些简单的查询，对不对？但是它不能做复杂的查询。而像 Elasticsearch 啊，他们这些什么 Hadoop 大数据分析，他们的优势是在别的地方，对不对？那么你可以把这两块结合起来。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已经运用了非常多的机器了？你光这个 Cassandra 用了非常多机器，然后 Elasticsearch 又要用机器，你这样的打法呢，有是比较你就是说你的系统比较大，需要 high scalability，就是说你那个就你公司做大了吗？你的系统做大了。是这样的架构，非常复杂啊，因为你相当于是两个 team 的，对吧？你这个 team 呢，可能是做云计算啊，做分布式系统，对吧？而这个 team 呢，它可能是做大数据的，对吧？后期处理。这个 stream 呢，就是说把这里面的数据，你的数据在这里存了一份以后呢，把这数据导到后面的这个 Hadoop 啊什么的，这个可以是实时的啊，可以是实时的，也可以是比如说 nightly crawling，就是一个晚上跑一次那种 nightly 啊，晚上 crawling 就是晚上爬嘛，对吧？就是说，你可以是晚上，就是使用量小的时候，traffic 小的时候再做这个事儿，对不对？就是说，那个 MongoDB 呢，它天生就带这个集成跟 Hadoop 的，SQL 呢，可能你得额外的做。然后呢，MapReduce 呢，它是那个你可能要加一些那个插件啊，integration，就做这个事儿的啊。然后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其实我刚刚想到一点，就是说这个架构啊，就是多组多从啊，其实。像国内就用的比较多，叫 MariaDB 啊，MariaDB，大家可以查一下 MariaDB，就是它 MariaDB 实际上就是 MySQL Cluster 的 Cluster 是干嘛的呢？MySQL Cluster 就是用这种架构，就是说其实 Relational Database 啊，它也为了 Scale，它也进一步在发展自己，就把自己做成一个多组多从的。就 MariaDB 啊，就是 MySQL Cluster，Cluster 就是多个机器嘛。因为我们先开始说 MySQL 是单机版，对不对？但实际上 MySQL 啊，或者这种 Relational Database 呢，它也可以做成多机版，就是用这种架构去做，跟 MongoDB 很像。就 MongoDB 号称自己是 NoSQL，对吧？就是它可以 Scale。其实 MySQL 啊，它也在往这个架构上靠，对不对？它也在把自己做的 Scale，对不对？是吧？就是两边在互相的那个接近，然后呢，为的都是性能上提高。那么这里后面的那些 reading material，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包括我有的已经下载下来了，放在这个文档里面，我们已经放到百度云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里面百度云，对，这里的话大家可以好好去看一下。有一本书是这个吧，这本书我非常推荐的，就是这个叫它这个比较大啊，就是整个对 Cassandra 的那个解释。这个我打开可能有点慢吧。对，这本书叫 Packet Cassandra。啊，我是非常喜欢这本书的啊，啊，这里面讲的非常透，好，大家看啊，我看大家有提问啊，MongoDB 上每个 shard 是单组多从，对，每个 shard 肯定是单组多从啊，这个本身是这样的啊，好，等等，我们看一下啊，在这儿啊，对呀，每个 shard 或者我们看这个 MongoDB 的啊，就是说。你每个 shard 肯定是一个主多个从啊，你一个 shard 难道还要多个主吗？这不可能啊，你不可能一个 shard 有多个主啊，这不可能，那归谁啊，对不对？所以它这个写啊还是有瓶颈的，对不对？就是说，你不可能太多这个主，对吧？Column family 是不是 column？有同学问 Cassandra 的 column family 是不是 column 呢？什么意思啊？我不太懂你这个想问什么啊？
它 column family 你不要太纠结，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有多个 column，对吧？你可以 column A、column B，column 实际上就是那个 name value pair。但是你，我看我回到这里看能不能找到一个 slide 啊？我看一下啊，这个例子我觉得这个图应该比较好吧？就是说这个 A、C 各表示一个 column，对吧？这个是 column B，对吧？就是说它有多种多样的 column，并不是说你这个。并不是说，你有多种多样的 column 吧？就是说，你这个 family 相当于就是他们是一个 family，就加在一起嘛，对吧？对，OK，你这么其实你这个说法就是个名词嘛，就 column DB。我这个说法我不太用啊，我不太用这个说法。对，Cassandra 和 HBase 他们都是这个原理，只是个名词，对不对？他们就说出来就是 column based 嘛，对吧？其实这只是个叫法，就是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有多种多样的 column，这个无所谓，对吧？因为对应那个 relational database，你这个 column 是固定的，对不对？就你 relational database，如果你 column 有三个，你必须得认识那三个，但是 Cassandra 它就不需要了，对吧？对，行吧，我不太用这个叫法啊，其实这个叫法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啊，对吧？你怎么叫，只不过换个名词，我就是叫它 column family，我说是 column based，对吧？我一般叫它 column based 或者是 column family，对吧？行。这个，对，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我们这课就今天先到这儿，对吧？有讨论的话，我们可以微信啊，或者 QQ，或者是那个这个论坛也可以去讨论，好吧？就是说具体的你要问的话，你可以发帖，我们再讨论。就是把这些链接，欢迎用这个，我们如果要有迹可循的话，你可以到这个在这儿，对吧？你可以去发帖，然后那个我们讨论这个。我们这样，或者是我们 QQ 群里面讨论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都会看啊，包括微信群。如果你还没进微信群的话，欢迎下课以后那个找我，我把你拉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啊，都可以。就你觉得哪个方便就方便，去哪个地方讨论方便就都可以。为了方便你，我们做这些各种各样的群，希望不要把你 confuse 啊，就是希望就是说哪个对你最方便、最觉得最好，你就去哪个地方讨论，好吧？我们课内容今天就到这儿，好吧？有同学在问 config server 干嘛？没听懂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MongoDB 有点不太好的地方啊，就是说，我看一下在这儿啊，就是说 config server 就这里的话，就是说你来一个请求，比如说我要key A，假如说我一个请求是 A，还有请求是 B，对不对？A 应该去哪个 shard？B 应该去哪个 shard？谁决定的呀？是 config server 里面决定的，它会把这个 configuration 存下来。就是说，假如你明天增加了个 shard 4啊，假如说你明天增加了 shard 4，对不对？假如你多了个 shard，你可以改嘛，对吧？你增加了机器嘛，那么你这个 A 呢，有可能会到 shard 4去，对不对？是不是？那么怎么分配，怎么 route，怎么入油，是这个 config server 它自动决定的，它有一套算法，它会决定的。它用的可能是那个 zookeeper 啊，什么东西去算这个东西。就它有一套机制，它可能配置啊什么东西的，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个 config server 没了，就是说你这个请求来了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 config server 不能挂，对不对？而且这个 config server 它是一堆机器 servers 啊，我强调一下，它是 servers，它不是一个啊，它是多个啊。这个你可能学了那个 Spring Cloud 里面的 config service，可能就有点印象，就是说更加了解这个事儿。就它有一堆独立的机器，dedicated 的机器，专门来维护，说你这个。相应的就像我们 Cassandra 里面那个 hash ring 啊，它是自动算的，对不对？但是在 config server 它这里边，在MongoDB 里面，它需要专门的机器来手动的算这个东西，可以是人为配置的，对吧？可以是人为配置的，它没有这个 hash ring 的机制，对吧？它没有 hash ring 的机制，就是说它是比如说你可以固定，你可以说 C 必须得去这个 shard 的，有道理吗？没道理，对吧？它就这么规定的，对吧？你可以人为的配置，就这个意思，不是一次性哈希，对，它绝对不是一次性哈希啊。它不是一次性哈希啊，这个我刚才就是说我们在最开始我不是讲的那个三个图啊，大家回去好好理解一下啊，这个可能这个最开始我刚刚从架构层面讲的三个图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一组多重对吧？这个是多组多重，这个是 MongoDB 对不对？这个是 peer to peer 一次性哈希，后来我们花很大时间讲的一次性哈希，这个是 Cassandra 的，这个是 MongoDB 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他们用的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说的，NoSQL 这块啊，现在就是什么武当派、峨眉派、华山论剑，就不知道哪一派是更厉害，对吧？
大家的打法和大家的机制是不一样的。你说谁一定优势更大，这个不好说啊。啊，虽然 MongoDB 去年上市了，对吧？ MongoDB 去年确实上市了，对吧？ Cassandra 它不是个公司啊，它是个开源的啊，对吧？那么他们 NoSQL 呢，不像 SQL， 就 Relational Database 它已经统一了，基本上没啥差别了，对吧？啊，就是说大家都差不多啊。下节课我们会讲具体，下节课我们会重点讲这个 SQL。下节课我们要讲的是那个，大家也可以预习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回来啊，下节课大家要预习也可以预习啊，幻灯片。我回头传一下吧啊，就是说这里呢跟看这篇文章，那么我们讲数据库迁移，这里我们在讲数据库迁移这个时候呢，我们重点是讲那个relational database 啊，啊我们下节课会讲啊，大家要预习要讨论也可以群里来问啊，回头我把幻灯片传一下。对，我要说一下，就是说这个relational database 他们基本上已经大统一了，大一统了啊，但是那个 NoSQL 这个还是很乱啊，就 NoSQL 啊。将来谁是武林霸主，谁是华山第一剑也不好说，就是说啊，就是武当派啊、崆峒派啊、昆仑派啊什么的啊，反正就有点像这个群雄争霸那种感觉啊，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定论啊。那么后期这也是我们学计算机的有意思的地方啊，因为当年的话可能你只要学 relational database 就可以走遍天下啊，很厉害了。后来就是说，哎，这个 relational database Relational Database 也那个就是叫什么呢，就是 Relational Database 呢，就是说那个也不够用了，对吧？就是你们不能过时了，对吧？就是说你现在去面试吧，就有可能光会 Relational Database 就你的 skill set 啊可能过不了简历关，因为很多公司就慢慢的开始用 NoSQL 了，对吧？那么而且 NoSQL 放到简历上本身是一个对你的简历是个很加分的东西。所以我们通过大家上这课呢，就可以，你现在上完这节课啊，你掌握以后啊，你可以把 Cassandra 或者是 MongoDB 放到你简历上了，我觉得是可以了。你今天的课消化一下已经足够应付面试了，就这么说吧，足够应付面试，好不好？就是说你回头就可以把 Cassandra 和 MongoDB 放到你自己的简历上啊，就你要去投简历啊，就把它放上去，不怕的啊。那最好呢能够你有个项目，就是说你不能光说，哎，我会 Cassandra， 对不对？最好呢你是有个项目里面用到 Cassandra 了。当然我们这个课不是项目班啊，我们只是讲理论啊，我们的课更像是那个项目班里面的理论课啊。明年我们还不考虑开这块项目班啊，因为我们明年我们就是说有的同学问，就是在群里面在问是不是考虑开一下这个更深层次的讲这个 NoSQL 大数据分析开成项目班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开这个课项目班有难度，因为学生你得买机器，就是说你知道这个课很难开起来啊，不光是我跟迪老师的问题啊，就备不光是备课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要开 NoSQL 大数据分析系统设计项目班啊，不是系统设计了，就项目班啊，我们本来也打算开项目班，但是项目班你要很多机器啊，我总不能叫每个学生去买一堆机器吧，就是说是吧，因为你要跑大数据，你要做什么 NoSQL 大数据，你要很多机器，你看这个 MongoDB 你要多少台机器啊，对不对？是吧？当然你说你可以买他的 MongoDB 的服务，但你不自己搭，对不对？但是你不自己搭的话，那么你也得买啊，就是说你得额外的花钱，对不对？就是说这个我就不敢做这个事儿，对不对？那么我们做这个事呢，基本上都是一台机上模拟多个机器，对不对？以后冬季班上课时间几点？冬季班上课时间都是美西七点，都是美西七点啊。我们这里应该说了啊，如果你看这个公告的话，这里我希望大家看啊，就是说对吧，这个24号开始每天都是美西晚上七点，对吧？啊，就是这里都写了啊，好吧啊。然后就是说我解释一下，为我们这个系统设计班呢主要是讲原理，相当于是项目班里面的理论课，我们并不带大家实际上手啊，实际做写代码写 code 的。所以有同学在问有没有作业，没作业，这个都理论，对吧？这个系统设计也没有固定的答案，对不对？大家就是看一些 reading material， 基本上这样的。因为我们不是项目班，我们也不是写代码，对不对？那么明年呢，我们正在打算的开这个 Docker 加 Kubernetes 的微服务容器化的项目班，因为这个呢是可以，在一台机上就单机可以跑，你可以用 Minikube 啊，你可以用 Minikube， 这是明年具体时间还没定啊，具体时间还没定，明年打算开这个项目班，就是说，因为这个你可以在一个机上模拟多个 container， 所以是这样的，所以有的同学可能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开那个 NoSQL。大数据分析项目班，这个呢，以后这个还不是说完，不是说
一定不开啊，就是说目前是打算不开，因为主要是觉得就是一个是要备课，而且大家没那么多机器，对不对？就是说你哪来那么多机器啊，我又不能让所有的学生去都去弄买一堆机器，租一堆机器，对不对？是吧？所以这个有难度。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项目班嘛，本身你这个备课这个压力很大，对吧？就是说有同学说以后要不要开那个课，就是说是那个更讲的更加深一点啊。深这个后期也可以考虑啊，就是说有同学说可以讲得更深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主要还是我们办这个班的初衷还是为了大家面试嘛，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想学这个 MongoDB 和技术的话，用它的话，我建议呢还是就是说就自己去用，而不是说通过，因为有同学说如果你老师你讲得很深讲得很细，肯定有这样的需求啊，有是肯定有啊，那你一个两个也不够啊，对吧？就是说那么我们主要还是为了应付面试，对不对？就是说我今天讲的这个程度啊，就是说我今天大家掌握到这个程度，应付面试是绝对够了。大家把这个第一节课掌握啊，你可以胸有成竹的把这个 Cassandra 和 MongoDB 放到你的简历上当 skill set 里面。当然你放到项目里面，就是说你做某一个项目用到了这个 skill 更好，对吧？对不对？是吧？那样更加显得你是通过项目来掌握的更加深的，对吧？就是说，但是应付面试的话，今天讲的这些大家就消化一下，绝对够用应付面试的，好不好？啊，那么我讲的话就到这儿。那么我们下节课我们讲那个数据库海量数据迁移啊，也讲SQL 方面的知识，好吧？给大家补充一下啊。好，那今天就到这儿，好吧？